是什么呀？马上吃元宵了，对吧？是怎么样？吃元宵了，马上。这什么呀？啊，这什么呀？等你地起的狗主播马上来，好啊。这什么呀？这镜台里面有这姿势已经很少了啊。慧根桃，这什么呀？马上吃元宵了啊！一年元宵会上去，姿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这怎么样？马上吃元宵了啊！这怎么样？马上吃元宵了啊！护盾神马壁垒地皮，这怎么样？十二技能壁垒地皮镜台，还可以吧？感觉。这什么呀？出其不意1400的速度，这什么呀？镜台奈须弥7000多血，这归宿倒无所谓啊。这天地任务对吧？镜台的善恶，这宝什么呀？这宝可以吗？硬件石头哥不太爱更新的啊。哎，换了腰带了啊！以前那个是血腰带是吧？有根血腰带，腰带换了啊，都自己鉴定的啊。乐哥装备都自己鉴定的啊，主要是都自己鉴定的。他这头也是头哦，都自己鉴定的。这衣服是苏黎春晓鉴定的，这武器是在紫禁城鉴定的，这头盔是在别的地方鉴定的，这腰带以前在紫禁城鉴定那个卖的，鞋子也自己鉴定的，没时间锁了，看到没？戒指哦，是这老师牛逼啊，爆了，这老师超屌啊，爆了他妈9点伤害，这老师。嗯，暴力好吧，暴神啊，暴力。称谓还可以吗？神威第一花果山。